就是中国的模样。哎呀，爆了爆了爆了。先问下周深杭州演唱会加场的票大家抢到了吗？还有周深常驻音综音乐园计划六日发布会直播大家看了吗？而在节目放出的预告片中，周深透露以为自己接了个相亲节目，这是节目没开始你就要爆梗啊。咱就说要真是相亲节目，深深你来不来？在游戏环节，周深需要边打气球边唱歌为奥运健儿加油。周深演唱了新华社发布奥运视频特别钟爱的有我，因为注意力都在给气球打气上，所以歌词有点乱，最后又害怕又嘴瓢的躲气球，把头偏向远远的样子好可爱，终于爆了爆了爆了。而在主持人介绍到场领导时，坐在台下的周深更是化身自动鼓掌的小猫，主打一个认真礼貌捧场。就说作为安人能修炼到这样属实不易。当然现场还有其他嘉宾，比如薛之谦、单依纯、周笔畅、小鬼王林凯等等。音乐园计划11日晚就要爆出了，大家记得看哦。此外除了这两天周深要在南京录制节目，14日和28日还要到澳门进行录制。再说周深光亮，新华网在6日以周深光亮为 BGM 发了杭州百鸟抢潮头鱼的自然盛景。人民文娱也在6日艾特周深发博说，在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典礼上，歌手周深将解密演绎的荡气回肠，分享了解密首唱舞台。